位女孩的故事，你听我说。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常常发愁，从不低头，藏在坚强背后，像刺猬一样收起了所有温柔，只是想保护自己，远离成长的节奏。女孩她悄悄地走，渴望遇到个星球，那里有她的朋友，每天都喋喋不休，游戏水长流和几片白云悠悠，快乐天长地久，要什么功成名就。我今年刚好18，不想要交新朋友，我的脾气有点怪，对人说话有点凶，你不知道吧，其实我也会害羞，你经过我的书桌时候悄悄抬头。嘿，吴景浩。夏天的同学走过操场，跳着笑着唱着歌，午后的阳光要配奶茶喝养乐多，化学作业早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有了你以后梦到的世界都是彩色的。说你弟弟呢？妈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我和他只是爸妈心疼的陌生人而已。越说越不像。哎呀，你看，景浩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今天的报纸。对啊。哎呀，你干嘛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实在喝太多了，竟然梦到了10年前。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回到某人身边，想回到某一段特别的过去？不管是逻辑上还是科学上，时空穿越都未曾被证实发生过，所以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头好疼啊，怎么还不醒啊？但如果是梦，也太真实了。韩飞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个人等在那里，全世界都跟他没有关系。这10年来，我的遗憾太多了，连梦里都是你。可能是因为我太想你了。喂喂，哎，韩飞，站住！韩飞，变态！你听我解释，别，你听我解释什么？你听我解释啊！别再跟着我。真的回来了。
真的回来了！啊，我真的回来了！韩飞，韩飞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能不能别再跟着我？信不信我揍你啊？还是迟到啊？大爷，大爷！变态，你神经病吧？啊！不是吧？为什么不叫大爷开门啊？你傻呀？大爷开门要叫家长，还要记名字。不，对啊，忘了。看得出你学习成绩挺好，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下来。来，踩我上吧。那你蹲好啊。那个，能不能帮我垫一下？你自己可以上来，自己下不去啊？不是，我是可以自己上来，但是我下去怕。真的没有东西？不是，哎。怎么了？不是吧，这么细皮嫩肉的？那，给我挂。哎，别动。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擦伤。别动啊！别。为什么？头上都是土，一会儿掉眼睛里。啊。闭上。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吴景浩了。我不是一直就叫吴景浩吗？这十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会再有这么一天，韩飞又可以离我这么近，一切将会变得不一样的。景浩啊，数学作业写了吗？哦，不小心忘了。还有马疯子，让我的高中生活陷入绝望的人。说真的，见到你我真的不是很高兴。什么？我问你啊，数学作业换我自己写了吗？你的作业以后你自己写。你说什么？以后你的作业你自己写。我是听不懂吗？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对了，脑子进了水的人就是听不太懂人话。那我就耐下心来跟你好好说清楚。你呢，看起来还算是有个人样，四肢也都安装在对的地方，好手好脚的，为什么不能自己写作业？你是手眼不协调，还是脑子根本挤不出一滴墨水？不就是数学题目你不会，我可以教你。不过从你的水平看起来，咱们可能得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起。喂，把嘴巴闭起来。听说脑子进过水的人，就连大口喘气都会导致脑子细菌感染。
划了，乖，让开！这么大一坨肉挡着我都过不去了，让开！他今天怎么了？太邪门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吴景浩了。哎，烦死了！他在干嘛？他好像老是看着你。就是，老看着我干嘛？高中生不要总是胡思乱想的，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还有你，我不喜欢你。张凡，张凡，你上哪儿？你是不是被他甩了？我去，就他了。张凡，张凡，张凡！哎呦，吴景浩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我会帮你的，你现在就不要离我那么近了。你怎么还是这个怂样？反正你不要离我那么近，三人胆小。张凡。韩飞正在看着我，韩飞他又说我是二货了。就让他发下去。这节课随堂测验，我要去开会，你们都自觉点啊。都是啥呀？今天是3月4号，距韩飞出事那天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。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可是看他这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，我得先跟他做朋友才行。哈飞，你上课能不能不玩手机啊？我有打扰到你吗？你吵到我了。可我这是静音啊。反正上课玩手机就是不对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打扰同学写作业。吵到了不是你，你当然没关系了。那咱们俩换个位置，你坐我这儿，这样总吵不到你了吧？那好吧。现在不好说话，传纸条吧。他长了招风耳，所以可以听见你静音手机的声音。有病。韩飞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做梦。你俩干嘛呢？吴景浩，你怎么换位置了？因为……行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韩飞，一定是你。你说你不好好学习就算了，还拉着吴景浩干嘛呀？你们两个去黑板上，把第一道题的详细解题步骤给我写下来。
么简单的题怎么不记得了呢？我不会穿越回来后变成个傻子了吧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看我的，还看你的，你的也写错了。下个礼拜实验中学要来参观咱们学校，你们两个现在去给我打扫体育室去。虽然觉得难以置信，但在三个月后，韩飞就会出意外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让他活下去。为什么那么做？啊？换位置。为什么要换位置？你想让我怎么回答你？我说我想跟你做朋友，你信吗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不是，那是……想讨好我，别跟我套近乎。早上你耍流氓的事情我还没忘呢。我没有耍流氓。哎，你别给我躺上去了，上面凉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们俩就不会受罚。所以打扫卫生应该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加油。你笑什么？就是觉得有点好笑。好笑？我总觉得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而且这些事情就算我告诉你了，你也不会相信。总之，能再见到你真好。你不要以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会显得自己很高明，我不吃这套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不管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照做。行啊，那你离我三步远。啊？三步远。三步。干嘛呢？啊？干嘛呢？涛哥，刚刚不是你叫我们拦住他的吗？啊，你对女孩能不能绅士一点儿？绅士一点儿。喂，看我踢球去了。你踢得很好吗？我去看你丢人。你去了，我就踢得好。干嘛呢？我去看你爹。吴景浩啊，谁要你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你们几个男的拦个女孩，好意思吗？哎呦我天哪！我找个砖去！我吴景浩。吴京，吴京！出来，出来，吴京，出来，吴京，出来，你出来，开饭，干什么呢？造反呢？你躲在里边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我就不是什么英雄好汉。去，别在这闹，去一边去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住在这儿，我不信你不出来。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反了你们还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大爷始终是你大爷，你知不知道？小兔崽子，去你那玩去！
你在看什么？没事儿。该不会是情书吧？怎么可能啊！你要是情书就好了。你真的没事啊？你有没有觉得吴景浩今天有点奇怪啊？吴景浩？啊，他今天好像是有点奇怪。那道题明明挺简单的，居然都不会做。我得去找他。还得吃这个，哎，这个香，好嘞，我也来点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哎呦，景浩呀，你来呀，你让我吃一口呗。你说吴景浩，咱俩不共戴天，你知道吧？走，咱吃面去。哎呀，来，吃这吃，好好好。吴景浩，我隐形眼镜找不着了，是不是你拿走了？我说你拿我隐形眼镜干什么？喂，你当我是空气啊？跟你说话呢，给我起来，给我起来，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，快给我起来，听见没有，听见没有，啊，媳妇你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同学，说说吧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是来找景浩的，我以为他回家了。景浩不在，你就回家呀？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呢？不是，我本来是打算回去的，可是我太担心景浩了，打的电话他也不接。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不觉得今天的吴景浩特别奇怪吗？他不一直都很奇怪吗？那倒也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昨天的吴景浩跟今天的吴景浩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。有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跟姐姐说，反正我说了姐姐就伤心难过。给我看看。这是吴景浩的遗书。嗯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学校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先别着急，他有可能是闹着玩的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打电话。姐，他怎么会写遗书呢？我和爸妈都在呢。说的就是，一想到景浩不在了，我这里就堵住了。这个臭小子，他要是不在了，我再去打游戏，拿谁给我妈找借口啊？明天以后要是隐形眼镜没有了，我卷发帮我找不着了，我怪谁呀？我期中考、期末考没有吴景浩的笔记，我根本都复习不下去。吴景浩不在的话，我连夜都毕不了。要是去夜店了，我半夜回来，谁能半夜瞒着爸妈偷偷给我开门？也只有他们吴景浩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呢？起来，扛
干嘛呀？过来。哎呀，你过来嘛！秦昊没事的，我在。秦昊没事的。天哪！这个点儿了，出租没了，公交也没了，只能走回去了。你把眼关机了。该不会是？你别瞎说！我回来了。啊，吴景浩！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景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看你，你额头怎么回事啊？你是受伤了吗？谁欺负你了？是不是马疯子欺负你了？我要替你报仇，把他油渣、神剑报仇万钻。你们说什么呢？秦鹤，我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啊！让我抱抱你。哎呦，你好担心的。我也要。你们俩能不能别这么腻歪？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，好吗？乖。臭小子，真不让人省心。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。鲁迅真的说过这些话吗？看来我以前还真是个只会学习的呆子。8月19日，白振宇很少去学校了。如果去他学校的话，能找得到他吗？2月20日，和爸爸吵架了，反正他就是个冷血动物。3月15日，楠楠变成这样，都怪我，我还像个傻子一样。5月29日。家长会，呵，说了也没用。6月9日，我是罪人，快点让我消失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韩飞是在22号那天出的事。要想查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住！3月4日，星期三。吴景浩简直是个神经病，突然变得像个油腻大叔。油腻？我活了这么久了，还没见人说我油腻。楠楠和白振宇都不回我消息。之前发生那种事情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不写了，所以这本日记是会被改写的。那就是说我能改变未来啊！哦，那可以买股票啊！想什么呢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知道韩飞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绝对不能让事情发生第二次。韩飞到底隐藏什么秘密啊？白振宇、楠楠，难道韩飞是因为感情才？白振宇这个名字怎么听这么耳熟啊？难道是那个歌星？
难怪说我这么油腻呢。像施了心肥，你说我是菜啊？是细菌。我这可是按照你怎么，一大早就想挨揍啊？算你识相，今天早上别再跟着我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要过去问吗？问问白振宇是谁？不行不行，弄巧成拙就更可怕了。怎么办呢？天哪，这什么呀？你看吴景浩，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妈呀！我的天啊！哇，真的是你呀、啊？你受什么刺激了？还有点帅的，推荐一下哪家理发店吧。你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哇，是不是又因为马峰的？他又把你怎么了？这个人真的是太坏了，我就应该把那个马。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。景浩呀，你还敢来学校呀？我以为你要在门卫室住一辈子不出来了呢。昨天那个事情呢，我已经不准备跟你计较了。所以，现在趁我还好说话的时候，你立刻到对面去给我买个早餐。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去。哎，是啊，你现在要去的话，兴许还能在上课之前回来。你们是没长腿还是怎么着？不会自己买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大点声再说一遍。你们想知道你们以后的人生会是怎么样的？因为我脾气好，你们欺负我，以后你们欺负谁去？在社会里，你们这叫寻衅滋事。寻什么事？寻衅滋事。你把嘴闭上。景浩呀，我就让你去买个早餐。把球传过来。你哪儿那么多屁话呀？啊，这件事也是印象深刻呀。把球传过来。哦。啊！同学，快走！没事吧？这个场景很熟悉啊。啥呀？小心啊！韩贝，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没有骨折，右小腿有外部创伤，有感染破伤风的可能。先消毒伤口，再做清创包扎。给我破伤风疫苗和吃 CC 的免疫球蛋白，快！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太紧张了。让开，让开。
醒了。醒了。还晕不晕？穆景浩，你别太夸大了。慢点。你去哪儿啊？我没事儿。哎，你不行啊，这伤口必须得打针。打针就不用了吧？你这万一真的破伤风了，那学校还不得找我麻烦啊？躺好吧，我给你配药去。针还是得打。一会儿打完针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你家在哪儿住着呢？你爸你妈在家吗？有人照顾你吗？你还有什么兄弟姐妹之类的吗？你查户口啊？来，来，外套脱了。轻点啊，没事儿，不疼，不疼啊。给他摁着。有颗心独自的一直在闪烁，是你，那是我，仰望的夜空，多久以前的我，一转眼怎么早已过？也哭过，也笑过，就已经足够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也会认同。